帅哥，听说你是吃了饭才来的。对的，帅哥要七点钟吃了饭，等一下嘛。因为二两包辣条是刚冷下来就开始。你先聊那个粉，我不能说，还想讲个故事的。我先讲，先暂停时间。给你暂停时间讲，讲个故事啊！啊，讲。我跟螺蛳粉结缘是我一个以前打工的一个哥哥，他以前天天给我吹螺蛳粉，螺蛳粉。我那时候都不知道螺蛳粉是什么东西，所以我想现在借你们的视频想宣传一下，我想找到他。啊，你要找谁呀？找名字知道吗？知道名字知道，陈华富他叫，他是以前藤县的，后面搬到柳州来了，还有个弟弟叫陈华海。你是通过螺蛳粉找人吗？我跟他这个结缘嘛，我就想。哦，所以你还来挑战这个螺蛳粉？哎，我想能找到他最好。难怪这个帅哥说他要上电视，他要找人。对了，没联系了。好的，这个视频明天放出去了。认识这位朋友的粉丝，他会在评论区留言的。是啊，我想借胖子的影响找一下嘛。所以你是远程过来找好友了是吧？对，反正我岳母娘是这里的嘛。开始吗？开始了，可以了。来，开始吧。哇、哦！十分钟啊，快点吃啊！10分钟吗？阿姐，他时间大把时间，你要相信我。吃多久？10分钟是吧？他总15分钟。15分钟吃得饱。对呀、啊。这么大一个。开风扇吹一下。我刚听说是与螺蛳粉结缘是一位朋友，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吃的呀？他天天给我吹螺蛳粉，他说在五星级酒店吃螺蛳粉。五星级是几年吃的呀？2006年带我去那个吃了一次。丢东西难整啊！多少？那你通过螺蛳粉年龄吃螺蛳粉年龄有十几年了不？很难。嗯，感谢你。哎呀，怎么样？我们家螺蛳粉让你吃到吗？一杯，看你这样吃，好吃，说不出话来了。这就是不够辣。啊、哦，不够辣。啊！赶紧吃，他们真的够辣。才2分钟，什么叫拖延，大哥？他们是说需要的，他们是说需要让你说，你留在那里说话。你看，你这没有几口就吃完了，还说我们拖延你时间。你才3分钟，只有3分钟了。打发时间。我叫你快点吃。你们跟他说话不？没事，我要消化。看着辣眼睛来啊！看着辣眼睛。刚吃了7点钟才吃的饭，7点钟吃又来挑战，不怕吃不完吗？现在是8点，他俩还是有信心吗？那你看来你平常在家吃的蛮多的哦。在网上吃饭，经常在家吃几碗米饭。算是吧。哇，那这个二两对来说，已经准备好，没有任何的挑战，就吃个宵夜。来拿本，拿定了。你这从事什么工作的呀？居然能吃这么多？搬砖的。是智能表。搬砖是个体力活。2个就3个傻吧。你是他可是很老的呀。这有没有记录啊？有啊。如果你想破纪录的话，估计破不了了。毕竟你也看到只有个57秒。还没转。好的。鼓掌。哎呀，所有都亲友团，恭喜我们湖南帅哥啊！挑战二两包辣，挑战成功，成功就是我们3项螺蛳粉了，恭喜你。谢谢。